上一杯沙漏，眼睁睁看着一幕幕揭秘，不会可以，终于接到一个。好球。差一点。差一点。好球。哎呀！你知道为什么老在那边没有传统啊？因为你没转身啊，这样打的。好球！这球确实可以，没出界。来，我们来欣赏一下网球场的自残行为。你只要往这边打就可以。都是我们全是碎石。对啊，就那种碎石。就乱跑，哎，就哎就乱跑，就乱跑。还有那种煤渣。我们完全没有草坪。对啊。还打不打？不打到湖边去浪一下。你还打？你还有劲儿吗？我想撒尿。去吧。你们都是不会打这个。出界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谁先谁发球谁得分。嗯，好的。够了吗？上次那个时候没把你吓到，有时候你越怕什么越来什么。
知道赚了多少回来，搞那个猫，把这整个店，溜着了。鞋打湿了，放。哦，是正打湿。小心啊！过来呗，司机师。那还远些，这个近。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走过去啊！不是我，他干嘛呗？他要挑一块土在中间去。他在想些。我想的都已经够了。他比我更会想。你别在那边，小心滑摔倒。那边声音，你要不要拉杆试一下？我踩下去，真的。也是，你还不走个杆子就还好一点。太臭了，算了，还是过来吧，连着回来吧。看一下，我过得过来了，我看一下再过去嘛。走，脱鞋。我不脱，太脏。总不是在里面洗脚。待会儿再洗个嘛，怕什么人？有纸，我纸在包里面。纸在我包里啊。你踩这个棍子过来。一踩一垫过来算了。稳得很。就是用大拇指踩。可以了。快点，崩一下。你还不如脱鞋子，你看得进去吗？这搞个鸡吧！还不如脱鞋子一两百两。让你脱鞋，你妈你俩是白鞋子。来，大家请看，我们专程跳过来，一个洗脚。一个洗鞋。看还能走。妈的，当时还跑家去，那么也就三年吧。唾手可得，这里。是哪年？是吗？是我，咱一直看一下。
就是感觉不能空手回去。啥？藕丝，它干的特别硬。你说这里如果发现一具死尸怎么办？报警啊！那我们有奖励的，我们这。奖个烟，奖个几千块钱，这也算不，这也算不输此行呢、啊。我、哦、操，这就不大敢走了，这就没路了。没路了。这往上走了。被人走过，嗯，有，慢点，慢点。小心啊！他感觉不太敢走了，我看。没事，没事，走。想过来了。这个海滩妈是左边，哎，这可以过，那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，跟大鱼讲，嗯。可以过来的，从那边可以弯过来。我觉得他是很郁闷的一个。那个梗子啊，小心啊，嗯，走台阶。
我以为你说的是小路的路。哦，梅花鹿的路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这是美术馆吗？丁家。丁家。啊，晚上脚真的亮亮。晚上能动一次。说红烧好了还是清蒸好了？看爹，
大鱼，你看这像不像隔离三个月之后的场景？嗯，哦，哦。捉他毛子，嗯，让他捉他毛子，他给他吃玉米。大个，他最大个。我那只大松鼠大个。你过来。小白。对，我们下去啊。你不会吓到他们呢？不可以，圆圆的他不行，他会咬你，咬你屁股，他会叮你的。走吧，走，走了。为什么只让这几个出来吃？生不生蛋呢？会不会生蛋呢？会的。傲娇，没拍到，刚刚那个动作好恐怖。嗯，刚刚那一下，你过来呀、啊！高啊！你头昂起来就垫了1.6米，因为1.6米。我上次是雨天来的，这里几乎没人。我拍吗？等会他们走了，我们可以去拍。哟，没带狗狗到这儿玩。你看，上次来了就在下面撒野，下面玩。我这次来才玩整个。你们要是早来几分钟，就看到他们飞出来了。我们等半天，结果都在这里。现在管得严一些。不行，风起。
抽烟有什么好拍的？哎，我自己聊起来。不干净了。他点不着，像那个功夫里面那样的，一点不着吧，是吧？他不怕的，我怕他。你在吃什么？哎，莫哥说，他知道你身上不吃的。是的。就是没饼干，有饼干早都摸到了。刚刚手一伸过去，我跟人家跟你合个影。你在吃什么？你在漱口吗？还是你是在玩水？太爷，你走这么快？
不是不是，怎么可能呢？要不要呗？